前辈，我两位师父还有灰离守护兽还在紫龙岭岩木堡，我不能一走了之，我不能袖手旁观，我要回去救他们。小友，凭你的实力，你根本不是王子龙神的对手。我去找我爸爸金神，我爸爸金神修为等级非常高，金神也不是他的对手。那小子真正的修为等级是绝对突破等级限制80000段，我若恢复神力，我可以去帮你救神，可惜我现在只剩下一丝神魂，靠吃零食勉强活命。能回到境界，我已耗尽所有的神力。小友，我要陨落了，一丝神魂再慢慢消散。前辈，这只无限空间瓶里装着很多零食，你快吃这些零食补充神力。吃再多零食也没有用了，神力消耗太多。我陨落后，你拿着这封信去境界万神天书阁，把这封信交给万神天书阁的阁主运气之神，他会收留你的。还有就是这个羽镯你要好好保管，切记千万不要把羽镯给王子龙神。时空静止神香，前辈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阁主你好，幸运之神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我哥幸运之神还活着吗？他现在在哪里？他在信中所说你曾经救过他的命，让我收你为徒。前辈，他只剩一丝神魂，一丝神魂在消散，一丝神魂在这个时空静止神香里，这个时空静止神香可以让神魂暂时不消散，你快救救前辈。治疗神术，你跟我一起去无边界域龙域界紫龙岭救神，一是救神，二是去杀了王子龙神替羽帝报仇。王子龙神还活着，我以为当年他陨落了，没有想到他还活着，可是就凭我俩的实力打不过王子龙神他们。你俩打不过他们，我可以打过他们。你是谁？我是羽帝。羽帝，你没有陨落，当年我亲眼看到你战死，你是不是狐王的手下变的？火焰燃烧，火焰熄灭。幸运之神，我是羽帝，当年战死的是我双胞胎弟翼神，我闭关修仙几万年，在我闭关的这段时间，羽帝国让弟弟翼神管理的。口说无凭，你凭什么证明你是羽帝？召唤羽镯，羽镯请开启传送阵。你可以召唤羽镯，召唤术只有我跟羽帝会。你是羽帝，走，去替死去的羽帝国兄弟报仇。金神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龙族族长，是时候换神当了，半山坟，废掉他的所有力，光速闪电，金神，去死吧！他已败了，你已废掉他的所有力，你何必赶尽杀绝？吴王的部下没有一个是好神，幸运之神、运气之神、其他神魔，交给你俩对付。这个王子龙神，必须我亲自动手诛杀他。你是谁？为何不敢？真面目实神，我是取你命的神，等你快陨落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谁，今天注定你会陨落。大言不惭，十个你都打不过我。闪光圈刀，冰晶锐利，就这点实力腐蚀神性，火箭撕碎神魂。这你怎么会有腐蚀神剑？我的神魂在消散，武剑把我打成重伤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有宗翅膀，你是宗羽族的神。我是羽帝羽神。你是羽帝羽神，你没陨落，光线耀眼，光束刀，吴王一定会替我报仇的。被我诛杀了当年战死的兄弟们，我替你们报仇了。不断骨骼果然无敌，我的伤好了，所有力全都恢复了。小子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是骨骼而年修仙奇才，我想收你为徒，意下如何？羽神，两招诛杀王子龙神，我拜他为师，一定可以学到无敌的功法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弟一拜。羽神收金神为徒，王子龙神手下全被幸运之神、运气之神消灭，九眼狼神、望之神、灰离守护兽获救。儿子，我去灵宇宙境界，跟着羽神师父学习高等级纬度宇宙的功法，你以后就是精灵门的掌门。徒弟为师，没有什么功法交给你的，你现在的实力是所有宇宙战力天花板，你已出师，你下山去吧。师父保重。金神开启了超光速传送阵。
他来到了太空，他向临宇宙的尽头光速飞去。至于他飞向何方，无神知晓。阿黄，阿黄，快醒醒，上学快迟到了。原来是一场梦。金龙族第二季完结。